可能没去啊。你的37啊，男的34啊。他们不结婚也辛苦一点。哎，随他们去，现在不，这事不能搞。对，没办法，这个不勉强不了。对，你讲他也不听。对，也不行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我们还是跟他保持关系好一点比较好。那个是 Daniel， 你讲他不一定伤感情。哎呀，你就不要讲。这个是 Jean 易真的。冯玉平。哎，有，哎有。David 李正昌，我是从远地方来的客人，我们远客，从 Washington State 来的远客，今天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些好朋友，对啊，每次都记录一下啊，记录一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对，所以带两个照相机啊，这个是 video， 他这是 video， 我知道，这个外面痛苦人太多了，我在王宫里面，他溜出去，后来他就发现。跟他所谓的思想也不一样，他就皇宫里面想要教育成一个皇帝，将来准备做皇帝，想要脱离这个世俗，这个整个世界上没有。有一天溜出去了，看到他有这个心，有这个怜悯之心，看这世界不是这样，他就在一个菩，这是我的故事啊，菩提树下不是吗？悟出来了，对，悟出一个道理，说哦，原来人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像皇宫这样的，这么多生老病死。他就悟出一个道理 ，OK， 他是这样悟出来，他没有写任何书，是他的子弟跟他传，他悟出一个道理，他自己知道我要怎么样修，怎么样子，他悟出一个道理，就像你说他经历的，释迦牟尼是没有写，是，所以佛教是无神论，佛教没有神，佛教就是说我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佛教的最终的下证明佛。不要再轮回六道，不要轮到人间。佛教就是他悟出一个，我将来可以到佛，不要再轮。这个佛教这样传下来，当然不讲容易，我不讲。好，那你讲回教，穆罕默德也是一个人，他是从有点像基督，穆罕默德从基督那个犹太教出来，他们看一本圣经，可是穆罕默德说我是先知，耶稣也，穆罕默德说我跟先耶稣一样，都是先知，就是穆罕默德。穆罕默德开始一派叫做回教，再回到基督教。基督教本来是犹太教，有以色列人嘛，所以耶稣那个时代呢，耶稣也是。所以我说，现在不要讲，我就讲这三大宗教的教宗，我们就从客观来讲说，他们现在在哪里？都死了嘛，穆罕默德死了，释迦牟尼死了，埋葬啊，耶稣也死了，也埋葬啊。可是奇怪，耶稣三天之后他复活了，全世界。人类没有一个人说我死了又复活，你刚刚说要 experience， 他死了又复活了，复活还在地上过了40天，这都是有 witness 的，对啊，就跟那些12个门徒跟500人显现，500人在，所以当比如说我们是当医生，有看到耶稣，明明他看到十字架很多死掉，大家都逃啊，怕死，他们的门徒吓得要命，他死了3天复活，复活他还跟他生活40天，还跟他讲一些话，所以你如果从这个。我是讲宗教的大个轮廓，从这个起源，这是哪一个？我从科学角度，这个我比较能够相信。你信佛教，佛教没有神，佛教不讲神。耶稣他要是说我是神，我是人，这个就比较玄了。但是玄的话呢，他有复活，他当时要反对他很容易，他根本不是以前的意思。可是当时很多 witness， 很多见，他本来12个门徒吓都吓坏了。耶稣复活后，有一句就看圣经的话，叫做圣灵降临。彼得不是吓死了，3次佛的，可是有500人里面有120人在一个地方祷告，一直祷告，圣灵降临，他们就说方言，他们就说，结果从那120人开始，基督教是这样开始。彼得一讲到，3000人信主。所以三个宗教，我为什么说客观基准？三个宗教离出家，然后呢？我的见证是，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在乡下住，知道这个是一年四季，我这些是有写见证，希望它会印出来，我把那个写在那里面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，很漂亮，很完美，很有规律，然后花草树木这么漂亮，一个鸟的羽毛这么漂亮，是一个鱼，一个花像一朵花，很奇怪，然后这地球绕。月亮到地球，它不会相碰。所以你学物理的话，我小时候说，冥冥之中，好像这个宇宙有一个宇宙的主宰。我小时候以主宰 ，somebody in charge of this whole universe， 不管什么来就。然后后来想说，不但主宰，还有创造，还有管理，这个宇宙不是很乱的。There's order in this universe， there's beauty in there， 很漂亮。然后还有一个是道德，这
个道德从哪里来？谁告诉我有是非之心？我做坏事，我怎么会自己心自己心虚呢？这个道德观从哪里来？这是另外一个呢，还有这个，就是讲有一个永恒的观念。我会问三个问题。我那时候我那个讲，我从哪里来？我本人呢？我将来要到哪里去？另外第三个问题说，我活在这个世上60年、80年 ，What's the meaning？There's no purpose, no meaning。如果那你让他造好，你要我自己造，我自己造，比较角度好一点。如果没有一个神的话呢 ，the whole life have no meaning。现在在造吗？没有。就是生老病死、吃喝就是过一辈子的话，那就结束这个生命。所以这我也是 struggle 很久啊，这个角度。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，去的点，我们为着这个生活的事情很努力，为了健康生理很努力。我们80年花了多少 energy？ 可是这个灵魂不灭，这问题就出在这灵魂不灭。如果死了就死了，还好办。I don't care。问题是，照圣经讲说灵魂不灭，你这个灵魂到永远，那问题就我死后永远到哪里去呢？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，没有第三，没有中间路线。我们说啊，我走，我也不信，我也不反对，没有。到时候一直去这个地方或去这样，这就问题了。所以我会信是的，是后来我信是在。有一个 campus conversation， 我在他解释这个问题，他说人从哪里来，人将来，然后人生的意义，然后他第两个圆圈，我写来的那个圆圈，我的26岁是我自己管理的生命，我也不错，来美国念的书，念的 master 也可以过得不错。他说 there's other way of life， 你不要自己来管理我的生命，那基督耶稣就来管理我的生命。我说那基督是神，他来管比我管得更好啊。那何不是自己去管？我说，我就因为这样，我说啊，那我就选择相信，让耶稣管。这个叫做个 surrender。你刚才讲说，我们要 surrender 我的 life， 选择相信，我的选择，我没有人强迫我，但是我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，我可以靠自己过一辈子。但是有人圣经说，你可以让耶稣来管理我的生命，我就这一点被我信。我说好，我就选择。那就是信仰是一个过程，像圣灵对你一辈子在学习，所以我们现在慢慢在学习，所以。还有一点，你说不能信，不是能够，不是了解才信，而是你白费。所以我寇师爷，你可台湾也讲过说，我们从小念书到现在，什么事情都要做实验，真的才能够信。我们念书讲，哎，我物理做实验啊，化学做实验，我才能够信啊。他用这个 approach， 我们从小被训练，他这个 approach 没有办法去接受信仰。信仰是 reverse， 刚刚你讲，信仰说你先相信。就是我们接受耶稣，然后生命就重生得救，重生以后有这个生命才跟他沟通，所以要把反过来，我相信，然后慢慢去认识神。所以我们很多卡在这边，你说我想认识神，但是我不能相信，那你就跳不过。所以到最后一点 ultimate 任何问题都不是白费，你说大爆炸呀什么的，最后只能白费。我们说进化论的 phase 比信仰神的 phase 更大。进化论其实讲达尔文跟我一样啊。所以我才相信达尔文呢，达尔文跟我一样是人啊，他就说哦，人从猴子变，他就大家相信，哎，相信达尔文的那个 face 比相信神的 face 更大，相信一个人呢，你要相信达尔文。我那时候高中念生物，我说杨同学叫哦，生物学不是这样念吗？我都考可以考生物啊，进化论。可是到后来一想，进化论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？其实。对，我宁可相信耶稣说我是神，我宁可相信是神，他要是死后回来，又告诉我还要回去天上。然后说，耶稣说，我来，我去问你预备地方，将来接我们回去。我相信耶稣神就是神。那当然根据圣经，几点最后中午要休息，讲这些都是圣经才能，没有圣经就没有。On the other hand， 我前段时间读了关于达尔文的这个，达尔文，我觉得达尔文呢、啊，其实跟那个是两回事儿，Evolution 是有的，有的。那搞不好这个 evolution 是 guided。Yeah， 开始 observe 看到这些现象。真的是，真是短期的 ，short。达尔文这其实是一个回，是好像是达尔文是一个犹太人，他从小是犹太教，后来他反了。他不是。还是说那个也是马克思也是犹太，马克思也是，可能是马克思了。马克思是犹太人，他就反了。马克思是犹太人，他反那个犹太教，所以马克思主义。达尔文不是，达尔文是自己不知道怎么逼掉一个，其实一个 hypothesis。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，好像是一个 hypothesis。因为他本来是要做一个牧师，
他本来做牧师，他本来是要做牧师。是，我觉得他是反的，我觉得他是。然后他去游了一趟以后，回来以后，他反了，我觉得他反了，观察到这些东西啊。嗯。我听说达尔文最后，那你去搞个这个神学的这个。没有，因为我现在在不要。不错啊，你这个讲的。我现在在教育达尔文，听说最后死的时候，他是认识，他最后不人家不相信，他自己改了，他自己认为他错了 ，too late， 因为下面很多人就跟着他。你有一个什么 witness 吧？你写一个见证是吧？我写在那个里面。跟他 share 一下嘛，跟他 share 一下。我就刚刚讲，就是 summary。你有没有写下来？我写下来，写在那个。